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才说浅浅蔡浅，因为我想复原在五号坑发现的惊艳世界的其中一件黄金面具。面具只有残缺的一半，据专家推测，它的完整重量在500克左右，所以我准备了500克黄金，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它3000年前熠熠生辉的样子。或许你想问，为什么一定要花这么多钱用真黄金来制作？那是因为我想用纯手工的方式来感受一下3000年前古代工匠的心路历程，这也是和古人对话的一种方式。烧红是为了退火，也就是让捶打产生的应力消失，使黄金变软。经过了上万次的捶打，终于把金条捶成了这么一大张金板。它的平均厚度大概是在0.3到0.4毫米，和原版的金面具厚度差不多。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感觉真的非常奇妙，我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3000年前那位工匠在制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。比如每一次落锤都要保证不能锤歪，尤其是比较薄的时候还不能用大力气，稍有不慎就会锤破。我想3000年前的那位工匠也同样的小心翼翼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制作真的非常的有趣，有些道路无论别人怎么样去描述沿途的风景，都不如自己亲自去看一看。这些感悟或许真的可以穿越时空，和3000年前的那位工匠发出同样的感叹，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。